今日呢，伫2024的这个中华关第二选举的立委选举决定呢，要来登记吼。促成咱党内一个团结。因2024年咱赖清德总统咱的全力来互选，来当来当选吼。中华关40立委民众拢当当选吼，会当台湾队甲彰化队拢会当获得全垒打。是建文的上界重要考虑吼，以互选为主吼，促成咱党内这个团结赢得这个胜选吼。咱这个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是成功一定有我。我来讲就大家，这个都加上秘书长啦，蔡总统啦，主席拢，希望讲会当促成团结啦。哦，啊无，那阮两个继续去初选去结论吼，两败俱伤，嘛到时大选能够输起，我说变得一个罪人啦。所以讲，如果现任的吼，如果现任的我只有是选择甲促成安尼啦。以互选为主吼，做一个上重要参考大家团结一致，因为2024这局无选吼，咱一定要用上大力量。哦，咱这个本土的政权来当延续，这个较重要。歹势啦，我足歹势啦。